先跳，让他先跳。我老娘，我老娘。可以跳一下，可以跳一下。佳节即将到来，那金发局市场处特别好事发生月团圆的一个活动。那中秋佳节是家家户户团圆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在家人团圆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在饮食方面也能够有家人共同的记忆。那传统市场就是家人们啊，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所以爸爸妈妈一定是会为从这个远方回来的这些儿女们，大家到市场去采购大家过去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哦。那过去在疫情期间，那黄伟哲市长为了让我们的传统市场能够继续的去营运，所以就特别推出了从市场宅配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网站到至今已经有9万多笔的一个订购，也超过5000多万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金额，所以这一个平台一直到现在还在运作当中。所以我们利用今年的中秋佳节这一段时间，为了协助我们各个家户的一个方便性，所以我们也提供民众可以在线上直接用这个网络宅配的方式，
那超过600元就免运费，而且可以抽金币。那从今天啊中午即时开始，另外还有20多项的一个所谓的优惠的一个产品，提供民众能够来做采购。那另外在我们金发局市场处的官网上面，那也针对有30几个市场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些美食礼品，或是我们的佳节重要的这些商品，那总共有70多项的这些商品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购买。那可以说我们市场里面的这些美食商品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自用送礼两相宜。那欢迎大家善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来采购中秋佳节的这些相关礼品。那即将要来临了，我们台南便利处呢也将我们市场的各个特色的摊位包括了，不管是呢我们的肉品啦，还是海鲜啦，或者是蔬菜啊，或者水果等等中秋应景的商品呢，透过我们的网络都可以一次购好备齐哦。那同时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消费满600元还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一个金币抽金币的一个活动，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运用我们的台南便利送采购新鲜食材哦。那今天很感谢我们各位长官贵宾，还有我们在场很多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共同的来参与我们的记者会。继续要来欢迎介绍与会的长官，首先我们要来欢迎的也就是我们台南市的副市长叶德山叶副市长，欢迎叶副市长，欢迎谢谢。继续呢还要来欢迎介绍的呢是我们的金发局我们的局长林东山林局长，欢迎局长，谢谢。继续呢要来欢迎介绍是我们台南市公有零售市场联谊总会我们总会长苏信吉总会长，欢迎您总会，谢谢。还有我们当会计市场的自治会会长吴明宗吴会长，欢迎会长。还有我们马尾市场自治会的会长黄肉贤黄会长，欢迎您总会，谢谢。以及我们金华市场天福猪肉铺的老板蔡新明蔡老板，欢迎感谢您。我们马武市场河口味的老板陈瑞忠陈老板，感谢老板，谢谢您。以及我们开源市场自治会的会长郭全禄郭会长，欢迎会长，谢谢您。因为我今天也要感谢的是来自我们阿明海产还有我们开源市场的李家丸子阿晴猪肉还有我们宝安市场的上好油鸡也今天也都有带来了一些应景的特色的一个商品非常的感谢大家。那在我们记者会一开始呢，大家看到我们前面这两只非常可爱我们的吉祥物也就是我们蔡丸子还有蔡奇呀，继续要为大家带来可爱的一段的舞蹈表演掌声欢迎。
情绪这么大哈、哦，要来这个跳舞、哦、也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好，继续呢，我们就要来欢迎呢，也就是我们台南市我们的副市副市长哦，叶德嘉叶副市长。要先请局长吗？好，那我们先来请我们的主办单位哦，我们金花局局长林鸿昌林局长致辞，欢迎局长。副市长，还有在座各位朋友，大家好哈！在媒体朋友吼，因为咱中秋佳节啥物要来搞吼，所以讲特别办这个活动。啊，伫拄只负责嘛，真清楚，互大家知影讲，咱这个活动已经是一段时间啦。啊，这个便利商店活动吼，咱即马有规个有三重送啦吼。第一项就是讲，你啊满600块就变有优惠，啊，较早啊，别家咱较早用过吼，无优惠的，即马满600就变有优惠啊吼。啊，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咱啊满600以上，咱个来以上，咱就当加码吼，中秋的金币，中秋的金币吼，单笔的实际金额满600就当提款吼。啊，再来就是讲是，这个中诶。现在从头开始吼，我们限量三品，因为三品是咱的方针政策吼，大家这样来支持成果吼。通过这三个活动来促进咱这个中秋，还有大家更加有团圆，更加有迄个欢喜的气氛吼，阿妈就是讲的成果嘛。希望大家吼会当将这个快乐气氛带给大家吼，阿弟兄，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我们台南林局长哈，我们的这个台南便利送的网站上面的一个优惠的商品，待会哦，12点钟哈，我们就开抢了，也欢迎大家哈，尤其呢在场大家都可以的哈，都可以上去哦，好好的先来抢购一下。那继续，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副市长叶德嘉叶副市长致辞，欢迎，谢谢。好，各位媒体好朋友，还有林局长，还有我们苏总会长、吴会长、黄会长，咱全球界好朋友，大家公安，大家好。这个参加金花局的活动哦，就知影讲哦，有价二有量哈，这是上好的一个活动安尼吼。中秋月圆人团圆哈，中秋佳节到了，很多家里开始在采购中秋佳节的相关的礼品或是食品。啊，其实哦，有做者爸爸妈妈哦，伊拢会讲啊，阮囝拄台北要回来啊，要回来过节啦，我要来买啥，我要来市场买伊爱食的肉脯，我要爱去买伊爱食的丸啊，等等。所以做者口味哦，这是啥？拄细汉学开始食的物件，伊种口味食起来特别不同款。所以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面都会特别去准备孩子或是家人。常常或是久违的这些市场的这些好吃的食品或是料理啊，没有对吼。所以啊，金花局非常的贴心，所以这一次就利用中秋佳节的前夕，特别举办了这一次的好事发生月团圆哦，月团圆这样子的活动。另外，酒店我盖小鬼有三大的好利多了吼，第一个是说咱过去疫情的期间，咱有一个台南便利送。台南便利送是当初疫情，大家拢无法度去菜市啊买菜。透过台南便利送的方式，啊，物件送去到你厝，既做到防疫，又可以让大家吃到菜市啊好食的物件，没有对。那这个平台到现在我们还继续在运作当中哦，哦，所以7万多笔的采购。金额达到5000多万，现在还一直非常的顺畅的在运作，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利用这个网络的平台，或者上班的人、不方便的人，他可以怎样线上就去采购你想要的这些传统市场非常好吃、非常够味的这些食品哦，所以你就可以去采购。所以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金花局这边就特别提供了7个市场34项的产品，优惠的让大家去抢购，因为是限量的吼，所以大家卡去外进哦，卡去外进啊，小班的加无啊呢吼。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用网路宅配的方式，金额超过600块就免运费，
过去运费是爱偌济70块嘛，尽免运费哦，所以这个也是优惠大家哦，让大家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把你想要的这些食品宅配到家。另外一个就是还可以抽金币啦，巧克力100块，你会当啦抽金币安尼吼，所以非常棒的一个活动。所以在这里代表黄伟哲市长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把握这个非常棒的机会哦，自用送礼两相宜啦吼，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这个活动。那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的报道，也谢谢我们这个传统市场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来收听啦吼，好，大家过一个真正无同款的中秋佳节啦吼，多谢各位，谢谢。好，谢谢市长。市长来到往我们右边的摊位上面哦，可以来移动一下哦。今天我们各大市场的名摊哦，包括了我们的张佩奇、阿明财产，还有我们开元市场李家丸子、开元市场阿明林基佑、华安市场上好月的一枝花市场、天福桌布，还有我们马武市场和口味哦，带来了烤肉店的一个组合和商品哦，都在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个部分哦。好，来来来，来我们各个今天带来了我们的各个商品进行观赏哦，我们的各个摊位的老板们哦，也都有来到现场。而我们的蔡篮子有没有把金币哦给我们的副市长啊？哈，金币金币，大家哦，哈，真的有没有可以加码抽中我们的中秋的金币哦？哈，抽中秋的一个金币24K，哇，买越多赚越多啦哈！我们台南便利店哦，将我们各大市场的名摊各个的一个商品哦，都有把它备齐喽，欢迎大家哦，可以踊跃的多加的运用我们的台南便利店中秋应景的，不管是烤肉需要的海鲜啦、啊，还是肉品啊，又或者是甜不辣丸子啊，哈，在网看一下右边的哈，来来来。好，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右手边。好，移到我们的正中间好吗？移到正中间，看一下我们的正中间哦。好，大家的左边好不好？左手边的位置也看一下哦。好，大家是不是都有拍到我们的中间？中间，来，传统市场站不站？站。好，那我们再来说台南便利送站好不好？再一次哦，我们准备哦，台南便利送站不站？站。OK， 大家是不是都有拍到了 ？OK， 好，谢谢。